真是太好看了，看不是吗？多好看呀！嗯，走几步，让我看看。走吧。很好，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。腰针更软些，皇上会喜欢。说句话听听。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，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。不错，很合规矩。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？诗经、孟子、左传。错了，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他自己的后宫，繁衍子嗣，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。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是，女儿明白了。公公您来了。嗯，都过来都过来。过来。奉华妃娘娘的旨意，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，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又干净又亮堂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，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公公放心，公公放心。都干活去吧。是是。娘娘先用膳吧。再等一会儿吧。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。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，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。你要是再等啊，就饿着了。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，皇上今天一定会来。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，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，成功易，守功难。你是提醒朕，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，兴风作浪吗？皇上明察，微臣大概过虑了。微臣告退。